车了，早上七点吃起饭，要去搭公车到海洋之眼的登山口，然后再从那边大概走9公里、10公里上山，来回18公里是今天的挑战。公车站牌长这样，非常不起眼哦。可是它里面等待的地方很可爱，也是小木屋的形状。这是它的时间表。这个是我们要搭的公车，它班次很多耶，最晚到8:12。小白下车了，然后这个是入口，就是要买票进城。车子很多哦，今天买到票了，一个人7波兰币，这是入口。然后呢，这个海洋之眼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现在在哪呢？我们在这里，在这个 P 的地方。然后看起来我们要一路这样子走上去，官方预估是30分钟加1小时半，40分钟加1小时半，大概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走蓝色的，这里走到这个两湖的地方。哇，看起来好刺激哦，好多湖。它这里很好笑哦，它有显示，如果你看到直升机飞过去的话，然后如果你需要帮忙，你要举2只手，然后如果你不需要帮忙，你就举1只手跟他说嗨就好了，好可爱啊！现在是7点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大家看起来都很轻便了，你看那边还有穿球鞋跟运动裤来的，传说中的马车，听说可以搭马车上去哦。如果你不想要走路的话，看起来今天没有很多马上班，人家后面很多公路的马车。登山大队要出发咯，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整装完备，不过有些人也穿得很轻便，基本上运动鞋好像就可以了。因为听说一路上都是这种柏油路，很好走。现在是8:45，我们已经走半小时了。正常来说35分钟就会到游客中心，它是第一个休息点，可是我们走得慢了一点，还没到。是一条非常平坦的柏油路，爬起来会很热哦。刚在下面刚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很冷，把外套穿得牢牢的。现在爬到这里已经开始觉得热了。传说中走35分钟路到了游客中心，没开，继续走。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岔路，它有2个指标都可以到海洋之眼。一个显然比较短，是走捷径的时间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走这种柏油路，时间大概差了15分钟。我们选择了只要1小时10分钟的石阶路，终于有了不同的风景，不用再走柏油路了，这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这条石头路果然是比较陡的捷径，每一阶这样爬上去其实还蛮累的，不过旁边有水，有小水在流，然后视野也跟柏油路很不一样，我觉得体验蛮好的，或许大家可以挑战看看，增加心肺耐力。我们走了大概已经有1个半小时的路程了吧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台马车哦。今天马车真的都不太上班，不过也很好，没有什么游客骑马，就是搭马车，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往上走呢。但马车走路很辛苦哦。马车上山，你大概也只能走到这里而已，就会停了，就是一个中间停车场的地方。接着呢，剩下的路程都要自己走，
不过剩下大概也只剩下40分钟左右的路程而已，相对还是可以轻松很多的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很幸运哦，云很漂亮，天气很晴。这已经是第三次看到直升机飞来飞去了，看来真的会有直升机在搜索呢，以防万一真的有人被困在山里。直升机在山里的声音很大声，轰隆隆作响的，不然山里其实很安静哦。到了，终于抵达海洋之眼了。比我想的还低耶，没有很高山的感觉，可能后面还有更高的山。可是它真的是在山间的，你看，我们刚从下面是从这边走上来的，然后一路这样子走，现在走到这里 Bosque Oco 的地方。来看看现在的气温，现在气温大概是4度左右，4度，其实也没有很冷。然后这是附近群山的高度图，我们现在的高度在这个湖面这里，大概是1395公尺，然后那些就是后面的高山群。一个波兰，就是自己来玩的一个波兰大妈，问他要帮他拍照，然后我们鸡同鸭讲讲了半天，他讲什么我听不懂，可是反正我们就比较话讲，然后我帮他拍照之后，他就问我要不要跟他拍照，然后我们一起拍照完之后，我就获得了两颗苹果，讲讲橘子跟苹果，然后我就拿能量棒跟他交换。这是在隔壁的吧的小餐厅买的咖啡，自动贩卖机买的。一杯4波兰币而已，大概不到1欧的卡布奇诺。我们现在要前往两湖区，照理来说这段路上升又是另外一个400多公尺，预估时间可能要2个小时。现在是中午，大概11点半，希望我们来得及。现在走的是蓝色线，然后呢，它沿路上都是这种石阶，一路一路往上爬，帮我们铺石阶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。然后呢，你在沿路上这石头上都会看到那个标志，那就是蓝色线的标志，
你只要一直看到它，就确保你在同你在对的路上，你可以继续走没有问题。很喘。这挑战真的是两小时间续不断的。Look。一路爬上来到现在一个小时了，远远有没有看到？那就是海洋之眼背后的山，下面这就是海洋之眼。我们一路爬了很陡的时间，现在的视野很好，都可以看到远方的山了。前方的路已经相对平缓，对面的高山大家都在这里休息，然后下方你就可以看到那边刚才海洋之眼看到的高山，下面这就是海洋之眼了，那边是1300多公尺，我们现在应该有1700左右目测。我们终于爬到高顶了，这次是真正的山顶，刚才那只是半山腰而已，我要疯了。我们从今天开始爬山到现在，垂直上升了800公尺，然后就在我们决定要休息一下的时候，一转过来，江江传说中的两湖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走了这么远，好美啊。这是我的午餐，补充 protein， 补充蛋白质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啊，我刚已经不小心偷看到这是我们的一条下去的路，我看到有人在那边走。超级陡的，好久哦。
现在走上了黑线，要接回去绿线就可以下山喽。下面是山谷，山谷下有小溪。